么牛仔洋装真的是出什么卖什么哎、欸，但我觉得这个跟上礼拜款就不一样了，这款穿起来很好看，我觉得是大家会很喜欢的那种版型背心设计。没错没错，而且我觉得其实这种像的背心做的都是还蛮显瘦的，就不用太担心自己的手臂的问题，因为它都包覆蛮好的，好吧？然后这刷色好看，这是造型口袋，这边还有一点很有质感的鸭舌设计，排扣都可以打开的，后面有口袋吗？而且后面有、哦、有的，好，而且它的 V 领设计做 V 口，有没有？穿起来就是很修长，脸也会比较小一号的感觉。然后前面小开叉设计，我觉得开得很 OK， 就是又不会太高，这样子微微的，我觉得就是平常穿起来是真的很适合、很舒服。然后前面有口袋耶，你看，后面有做这个松紧带的，但我觉得它就是穿上去这个地方啊，就让你很有腰身。然后这边还有个质感的扣。来，现货没了，现货没了，没有分尺寸哦 ，S 到 L 的话都可以穿 ，S 到 L 的话都可以穿，好不好，各位？没有分尺寸的。总共有四个大口袋。穿起来超好看，没有现货喽，没有现货喽。好，愿意预购的话，一样可以加一哦，好不好？就是到货你就优先发货了。对，然后这一款呢，就是高个小只女孩穿都不用担心的，不会走光，就是也不会太长。然后它在活动的时候，因为有小台上，所以你在出去玩的时候，在动的时候，非常的活动自如。穿起来好看，方便。这个背心真的好看，牛仔，而且其实牛仔啊，你要穿起来就是很有质感的话，这个面料也不能太差，你知道吗？也不能粗粗的，然后太薄，就是看起来就是面料，有些牛仔面料看起来就觉得很没有质感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有质感的，然后带有点刷色，就是它料子穿起来是舒服，也不会刺刺的。然后它的版型啊，整个就是你看这个地方，它这个很贴心，扣子是可以打开，然后拉还有个拉链哦。对，然后除此之外，后面还有松紧，这就穿到 L 都 OK， 穿起来就是算是有点微宽松的，不会到太宽，但它也不是穿合身的感觉。好，所以这个不分尺寸，大家都可以穿，身高也没有限制哦。要的赶快加哦，很便宜，编号09。没错，编号09。蓝色一个色一件只要480块，480块，有喜欢的赶快加，不分尺寸哦 ，S 到 L 都可以穿，不分码的哦 ，S 到 L 都可以穿，好不好？